你准备吧。唔该，焗猪扒饭热奶茶。好，多谢50元啦。哇，咁大张，呢张咩嚟噶？咦，阿姐，呢张银纸有咩问题咧？呢张1000元纸咧，我就未见过啦。话我唔睇真啲，收到假银纸，老板实闹死我噶。哦，咁你又唔使咁擔心嘅。呢一張係2018香港新鈔票系列新印製嘅1000元銀紙，入面加入咗6個重要嘅防偽特徵，方便市民分辨真假，等佢哋可以放心咁用。高透光水印同隱藏銀碼，用肉眼都一樣可以睇得清楚，仲有明顯嘅凹凸手感，一摸就分得出真假。哇，咁堅，又好似係喎。等我睇下。呢張真係新嘅1000元紙嚟噶。新鈔票採用嘅新防偽特徵，既難偽造，又能方便市民喺唔需要任何儀器之下辨認真偽。其中最突出嘅就係動感光亮圖案同埋開窗金屬線。喺圖案設計上，佢哋擁有相近嘅顏色同埋閃亮嘅滾動圓環。當鈔票輕微傾斜，呢兩項防偽特徵上嘅閃亮圓環會隨之移動。方便市民辨認。你有冇紫外光燈啊？有啊。位於正面、背面熒光透視銀碼，在紫外光下仲會呈現兩種熒光顏色添。呢次防偽特徵升格，既參考外國嘅科技，亦聽取專家顧問同我哋香港警方嘅意見㗎。你兩個講到咁酷，你兩個咩人嚟㗎？啊！我係金股局嘅 Steven， 我係商業罪案調查科偽鈔專家 Brian。哦，你兩個咁講，我梗係信真噶啦。焗豬加奶茶50元，我收你1000元，找950，多謝曬。